来把扭曲素经，兄弟们。我跟这石头人干，你这一手。你去压死那天使，我打这石头人。来把植物人随便抠 ，A 抠你。不灭 A 抠你，抠你 A 你，再抠你，捆 A， 致命点燃，玩啥呢？你以为我扭曲素晶是好欺负的呀？打个爆破，还真就没有好使的人儿。我告诉你，你以为我扭曲素晶治不了你是不是？我专治你的石头人儿，我让你玩石头人儿。这凯隐怎么回事？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锤你，不灭 A 你，一你 A 你 W 平 A 接更锤平 A 闪现平 A， 我玩呢是不是？饼干吃了，砸。小蓝厉害，我炸死，完美。我会惩罚他们的代意。玩破石头人跟我素晶干，日炎伺候。那狗熊怎么回事？出面具呀、啊，精神病嘛，诱起来呀、啊，诱死他呀！右边塔蓝林汉，嗯、啊，我看你能补刀不？我往这一站 ，Q 你。用 Q 补刀，那这个炮车你就别补，捆重锤，就你俩要杀我呀？闹呢是不是？我先升个级，给你抠，没关系，我还有一瓶药呢。扭曲素晶的名字是冒凯呀、啊，捆你 A， 重锤平 A， 平 A， 不灭 A， 重锤 A， 小儿子。没事，我们能回血啊。你没蓝了吧？给我开大来 ，W 捆 A 炸，平 A 重锤一个平 A 死，
你没蓝，平 A 不灭，重锤，干哈来了，狗熊？来一层塔皮，好，两层塔皮，1900，差200块，200块钱。算了吧，哎，没回去。那不回了。咋？再咋？小兰林汉上，够了，回家。小心六级秒你，没那么快，他出门是四级，他升不到六。手闯黑雾，早着呢，俩饼干卖了，不要了。我看谁还敢来中路抓我啊！一会儿我们就那个恶魔之拥折磨他们。石头人不见了。老树盘根重锤。茶眼儿，撇儿子，重锤，撇儿子，重锤，别急啊，这波可以去找凯隐，他在打峡谷，找他去。来，滚住，回来 ，A 给大套点盐，闪现，重锤，烫死了，还敢打峡谷先锋，被你狠的。这里插个针眼儿，老树盘根吃药 ，A 重锤，平 A。再平 A， 蓝不太够用，这玩意儿那挺缺蓝呢。我来个冰心吧，要不？啊，我先来个蓝亮的装备啊！什么能有蓝亮的装备呢？我来个大天使也行，其实。我来大天使恶魔之拥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就是那样的话，就不是那么很肉了。老树盘根给我回来，撇儿子，砸，重锤，给大，开不开大？问一句话，捆住就死啊！哎，这居然没死，不可思议！
回血啊，走，我不行了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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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撇着。哇，这光头可以啊，哎，你光头这么多人啊，光头强不砍树，光头好兄弟啊。老树盘根重锤，他没有大啊，死了，点燃他，打个野怪吧，腿大走位重砸，我能回血，回血重砸一儿子链，这天使怎么又过来，哎，光头可以，我的好兄弟又来了，我的好兄弟回家了，出魔抗，先来个这个吧，脏了我两个兵，没关系，都吃，哎，都吃，随便吃啊、哦。我们这俩出了，加点减息地。防御塔镀层即将脱落。人类的命根。Go。哎呀。走，帮帮一波光头，这小天使回回抓我们。哎，这凯隐可以也去找找他去啊，直接撇个儿子，打不就链儿。重锤给我给大，别让我捆住你啊，小伙子，老树盘根，这闪现挺烦人呐，怎么会把龙给打掉了呀，哎，这卢仙有意思啊，小蓝莲汉给我炸他，好大的石头人，哇，六百，来一下，哎，接砸，接小蓝莲汉，他要闪现重锤，别给他闪啊，这泰坦这个点炎点炎的可不太好啊，链儿柱重锤进我身体，我砸死你，闪现平 A 可以杀，你跑啥呀，这不这防御塔是免疫的吗，哎，这蓝凯没死，我天哪，不行了兄弟们，时代没蓝了，真不是我不上啊，
冰心400点法力值，1800刚好够。算了，我们还是来振奋。走回上路，收兵的。我就是森林。这个阵容玩个蓝开，你管人呢？人家爱玩啥玩啥，你管着吗？能 C？ 感觉真好。嗨。付个一级，哎呀呀！放个小蓝林汉走空船，我们家 ADC 让人给欺负了，这我接受不了啊！给我干来！老树盘根。给我盘，完了，碰大了。一 W 就杀石头人儿，不好意思，我把这石头人给你锤回去了。我想让我小蓝莲汉炸他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好定，可以。哎呦，大光头。我给他锤走好了，不过石头人值钱了。写个小儿子，野我，我看谁敢野我，嗯，谁也别野我，我告诉你，我看看谁敢野我，我打着石头人，我抠你，再抠，哎哎哎，我打呀我打呀，老树盘根吸血重锤套点炎死了啦。死了，有点脆呀的。不过大树确实应该死了，我跟你们说，大树这英雄啊不太好活。这玩意儿进去出不来。塞不太起来，可以右起来呀。我们家怎么还劣势局呢？啊，因为狗熊是个二 B， 明白了。不应该呀，我杀七个他死七个，俺俩不对了吗？上路是优势，下路是军事，应该俺们领先呢。蓝小龙，先放个小儿子，大龙可以尝试，其实大龙试试吧，要不哎，这天使感觉可以，来狗熊，天使走不了，我看谁敢野我们，给大平 A， 一小蓝林汉接炸，
这乌鸦怎么的？这乌鸦，这乌鸦是不是觉得自己无敌？他怎么会砸成这个样子了呀？不应该呀！天使要无敌了，那天使确实哈，为什么打乌鸦？那不打乌鸦，他不一直吸吗？那肯定得把他先打死啊！看样子得来个小反甲了。我们这个冰心不能要了啊，就一个小冰心给我们提供点蓝量就行了啊。我们得要个减伤了，得要个重伤。这石头也是混吧混吧，还给混出赏金来了，我操了！真猛！那凯隐刚才一个人是不是把我们家那个光头跟 AD 都杀了？他一个人。给我上来！哎呦，我跑得真快！这怎么会又打输了呢？哎呀，那天使连蓝都没有，俺们都打不过。凯隐都没来吧？他们家凯隐。都凯隐没来，天使没拦，俺们家又没打过。那行吧，那就这样吧，也没什么办法了。我这节奏带的，兄弟。刚才天使在右边对吧，卢仙在右边对吧，两个输出点对吧，他们家有一个石头人一个乌鸦，乌鸦是辅助对吧，石头人是那个中路是崩了的是吧，对吧，他们哪来的伤害，只有乌鸦跟石头人在后边，而且刚才我们还牵制一手卢仙的伤害， AD 跟光头害死了，那谁的问题啊，你说你俩打个中路石头人打个乌鸦都打不过的话，那还能咋说，那你这你都死了，那你说我还咋保，上哪保去，谁能保得住啊，而且凯隐刚才都不在，凯隐是后来的，把石头人把双 C 全杀了，那他妈别玩了，那石头人这么牛逼，那还玩啥呀，那投了得了，那这游戏还玩的干，谁拿石头人谁赢呗，那就是跟我装备一样了，找着呢，想跟我装备一样，好，下一把啊，事实证明想赢就别玩大树这种东西，根本赢不了，只能挨揍，你知道吧，保什么光头，上哪保去，他妈一秒就死了，他上哪保去，怎么保他，